该敬重的，咱的，人讲何，人讲何小朋友，我是讲何老朋友啦，何老朋友，伊就是我的是实在老大，也是我的头家，也是这块地看电影的荣耀，加看电影伊是荣耀，所以爱特别。啊，讲伊中华，讲伊地震，讲伊。今仔要讲一句话，就是讲今仔嘉南农田水利会，我伫遮唔是干呐，我咧多谢各位尔尔，我是代表着咱嘉义到台南四县市这200,000的这个娱乐会员，向各位来甲阮关心乌山头水库，而且甲各位多谢代表的剩200,000的会员，甲各位多谢。咱大家拢知影，伊这苏县长就任以来，我常咧讲，伊是伫贝老师的这心头之下，所以伊的文化水准特别高。这个贝老师啊，大家是拢捌伊啦，郭老师吼、哦，这个县长夫人，伊的心头之下，对咱的文化特别注重，因为伊对咱的这个怀古的理念，对台湾的精神。特别的这个注重，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咱迄阵加咱这个台湾的这经济，乌山头水库修身时的阵挂动了，迄阵台湾的经济发展，所以迄当时，亲像他我馆长所讲的，讲就是糖啊、米啦，咱来外销，迄当时农民惊外销命啊，但是即卖的阵啊。到即马世界争啊，已经下阵从乌山头啊，不但是下阵从遮物件外销，文化的包容，要从咱台湾的外销，从遮外口的也要甲带入来，这就是伊下阵啊最有文化素养的这环境啊。今仔下阵这个节目下档下阵正成功，是咱代表着苏馆长的特别苏馆长的这个迄落。执政的这个迄落的能力，这个孙，而且当然爱的孙，有哪多谢咱的孙，所有管理会的议员甲支持之外，这个的孙，咱的这个迄落，所有咱的管线的这个迄落，所有的主管，大家甲支持以外呢，我相信也无一个上届。好的主导者啦，吼，是有那无法度人有这性格，所以伫遮有那个特别把咱这个热板吊得下，板吊得下。啊，今仔日呢，会使讲吼，对1930年，这个嘉南恩水利会乌山头水库完成以来，迄一日的这个热。而且的人潮是真多，而且的人潮真多。但是的时阵啊，今仔日的时阵啊，到今仔日还阁比以前较多。这是讲1930年以来啊，这上个多，即马阁比伊阁较多，比伊阁较多。啊，咱的时阵我头过有讲过，咱的时阵台湾的是经济是对即马的时阵，对1930年乌山头水库完成了后较起飞的。才起飞的，那现在呢？哦，伊一直在起飞，咱的阵搁到今仔为止啊，要搁再一步的起飞，今仔是要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啊，有了拜托各位，咱的这个，阮这个嘉南水利会，虽然的阵啊，是拢的阵，拢总是这农民。即卖农民，以前啦，农民的时阵有两三大地是草地新书呢，真摇摆呢，真摇摆呢。啊，即卖的时阵啦，讲两三大地，人家讲问我你有几大地吼？迄当时啦，讲较侪土地，因为迄拢了钱生意，
含要娶新妇都无当娶，所以阮一个弱势群众，弱势群众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有哪对阮嘉南地区的农民下当的时阵，借这个机会，借这个民俗节的机会，拜托各位有哪多多甲阮关心，多多甲阮关心，啊，而且。阮的村即个迄个农民啦，也是回馈予咱的村社会大众，亲像咱的民生用水、工业用水，阮也大力的支持。啊，当然有关国际外的即个问题，国际外交的问题，伫嘉南水利会，他我有讲的发电技术的问题，阮含的村即日本的交易，含其他各国的交易，有哪真多，所以伫遮的村有哪拜托各位。而且关心咱的村，所办长以外，同时加关心这个嘉南水利会安尼，歹势，今仔的村煞变家己咧卖膏药啦，家己咧卖膏药，足歹势，足歹势。但是最后，我有哪是要搁再多多谢台南县长甲有关的这个主管。多谢咱台南县议会，更加爱多谢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迄落咱的表演的这个民众，希望因这个迄落团体来到咱台湾，会当讲吼，伫这个台湾会当讲一认识的台湾，然后美丽的美丽岛啦，美丽的佛罗萨吼，最起码因来当是认识到咱台湾吼，起码在。中华民国有时候听不太懂，也不一定啦。起码霍莫萨应该也是要认识一下。谢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多谢来自水利会会长徐金喜先生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各位来宾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推动全国的文化建设，那么。今天的国际艺术节也是我们指导，让我们来欢迎文建会代表第三处专门委员潘庚吉先生。台湾县苏县长夫妇夫人，吴议长，你是代表处你是康露斯小姐，其实他是这里代表处肖先生，以及联合报的毕总，同济基金会的毕总监，那里的主席，那里是讲市会长，以及那所有的委议员先进，各位先生好。另外，特别感谢咱贵政府各单位王局长啦、各局长啦，还有陈局长啦，以及许副市县长，这个老朋友，以及关咱家的主人关仁乡的何乡长，多谢你来支持这款的活动，这款咱会使讲非常意义。各位，咱知影讲咱台湾。各个创作改变的边界意见，安怎我都会在创作一次电视的边界意见。最主要是什么原因？不是人才问题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最主要的是，发展人无文化做好土，无文化做基础，一种经济比较是泡沫式的经济。所以讲，现在一寡学者在呼吁。讲经济要发展，一定来文化做基础，文化做后盾。但是咱的历史经济其实够发展，是咱经济够再多的起飞。各位，咱知讲在行政院2800年国家重要计划里底有十项计划。我直接的最直接的关系，两项就是讲是文化创业产业，就是讲今日的活动非常的密切关系。第二就是营造咱的新故乡。各位知影讲，文革在83年，就是1994年开始，就批评这社
体总体营造的工作，最近多年来非常的受到各位的支持，所以讲即阵还阁在继续来推行。所以目前这新故乡的营造计划，就是咱国家行政的最重要的重点之一。还阁有其他的八项的重点工作，拢甲文化非常的关联。各位知影讲，在今年的两个月前，就是在即阵等于呢，在九月左右，咱请世界上出名的设计大师来台北国际贸易中心的演讲的成功，咱台湾要有国家的竞争力，有三点，真简单来讲，伊讲有个三点，有个 simple， 但就是讲方便。安怎哦，咱的交通方便，咱台湾一定是非常方便，但是伊是针对了咱的火车，咱入台湾入境方便，就地签证，飞行机会使如果是接不了台湾，所以在花莲啊、大坪啊拢有直飞飞机，直接国际航线已经在政府在咱新政府来已经开放，飞机也直飞到坪湖甲花莲，将来台湾咱总统也搁支持落去，可能也有这种希望。啊，第二就是讲。在今年十月开始，针对着国际观光客要安怎理解？可以讲，会使讲免税，有诶去买物件、商品，会使用免税。十月初开始实施啊，在百货公司还是在机场，会使讲互国客、外国观光客啊免税，来优惠免税。所以讲，咱今年非常诶了解。咱台南办这2003年国际台语国际民俗艺术节，也就是针对这几个经济的发展，甲进行符合，尤其咱会长有非常的兴诶丰富的行政经验，在立法院多年来推行文对文件的督促，对文件的业务非常了解，的行政经验非常丰富。会做达到咱的设计大师讲，将来台湾要拍入国际竞争力，第一条件要完成。第二条件是讲，咱所会长会使讲甲议长做使用的非常的经验，在有一个前瞻性的要求，非常的前瞻性的计划，按照咱台湾，咱这台湾会使讲继续永续经营下去，把这款的非常意义，而且对。咱全国必须有希望的活动，我继续延伸下去。我想会长非常的积极推动，在会长在立法委员期间，是对文化的非常的关心，对文化非常非。所以讲，咱台南以文化立县，绝对是一个值得我们庆贺的事情。咱在会使讲，办这国际性的文化活动是非常的。文化认为在民国或在。1996年开始就推行这个工程，以前已经八年了，目前已经办得很成功了。譬如说在宜兰的同万节，一七年的观光客多少，伊去年是SARS无办，准你前年就100万人的观光客，你看这大多数是国外的观光客，啊国际还真少，啊100万你看你说伊收入偌济？你在80万的收入，就讲，听讲20几亿的收入，对他的财务、伊的财源收入真少的帮助真多。咱会长有很好的这个愿景，有文化的会长，对本啊非常关心。第三，独特性，咱今年乌山头水库。这款这美丽的风景，在世界各国嘛，无一定找得到。这么美丽、这么优雅的风景，来推展这文化工作，这会使打入国际的市场。咱在明年，在明年2004年，咱政府要推行个国际观光年，将毋是加将咱的团队来遮表演一样，要把咱国际、看咱国际团队、国际公司个代理。不是，不只加看些，咱些台湾国内的观光客，
啊，甚至要趁国际观光客钱，甲外国讲诶，带领咱这咱个台南内底，带领着很大的财富。所以讲，这是一种非常诶有意义诶活动。我希望这个再来继续的深度，再来继续的发展。咱在国长之领导，甲吴议长、甲各位前辈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律师也推也帮助之下，将咱这些活动再进一步的推向国际，把国际文化带上国际，跟观光结合，带入很多观光客，不只是赚国内的观光客钱，要赚国际的观光客钱，这是我们台湾最有希望打入国际的市场里面。大家，我希望咱的活动成功，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潘根吉先生，啊，同时也谢谢文建会编审陈明宏先生，还有行政院郭纯佑啊、郭纯佐顾问。好，行政院的严纯佐顾问，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台南县的副县长郭瑞坤先生，我们掌声来谢谢。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企划总监毕若兰博士，Our distinguished guest, the representative of Israel, Ms. Lucy Khan.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donesia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, Mr. Arvan Rianto. 谢谢台南县政府各主管，也谢谢珊瑚潭剑桥大饭店总经理，还有关田乡的何乡长在场，还有丽荣航空的陈雄志副总经理，所有的贵宾，谢谢你们啦！现在夕阳西下，清风徐来，有点让我们降了温度之后，大家放开心情。现在 ，Now it's the show time， 现在我们要欣赏节目的表演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来，大家紧过来，咱即摆要来看表演咯。第一团是欢迎咱墨西哥团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let's welcome the group from Mexico。Demonstration by the Mexico team.
他们其实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，就像我们的过火仪式，要以虔诚的心、坚忍的毅力来表达对天神的一个敬畏。火在台上升起来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的过火。旋转难度很高，我们掌声给他加油。